西九龍 M 文化區 M 家博物館行政總裁馮晴淑儀話：第一批展品冇藝術家艾薇薇有關天安門同中子嘅相。M 家博物館下個星期五開幕，馮晴淑儀話：所有展出嘅作品由策展人負責揀選，唔使諮詢行政總裁嘅意見，但一定唔會展出違反法例嘅作品，包括基本法、港區國安法等等。佢呼籲公眾尊重同埋包容藝術創作，但係如果覺得作品係有冒犯，可以向西九管理局投訴。佢又話 ：M 家博物館開放首年免費入場，但人數上限係6000人，需要網上預約。有關嘅安排會喺今個星期之內公佈。